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咧9月6号嘅司机金中午直播啊！我系浩德，今日好犀利，浩德咧系准时开始啊，12点10分开始咗啊！大家各就位未 ？OK， 好，咁就因为新嘅学年啊嘛，我都叫我个小朋友咧就唔好迟到，咁我自己都唔好迟到啦，系嘛？咁啊，先讲司机金嘅单位价格表现啦，9月2号就系144.4728啊 ，OK。咁啊，順便咧喺今日就做少少推介啦。雖然大家都知浩德就並唔係一個好好嘅 sales 嚟嘅，不過咧這個我都推介大家嘅。咁就不過就有啲趕啦。今日就係一個下晝呢個活動咧，就係5:30至6:00嘅。咁就喺個基金經理慈善 check Zoom， 即係一個網上嘅 webinar 啦。咁就點解會推介大家呢？因為阿 Will 咧，即係光大嘅 fixed income 嘅大佬啊 ，OK。咁當然佢講大家呢輪最擔心嘅問題啦，內房與危與機，特別恒大係咪？恒大就我成日講啊，我其實唔知，我都問翻阿 Will 嘅啫。所以咧，大家想即係瞭解多啲近期你見到好多內房啊，尤其是債嘅問題咧。咁呢個我覺得就值得聽嘅，講真的，真係就係聽啊！咁有好多，仲有多其他高手咧都會出席嘅。咁我唔知係咪佢哋都會答下大家問題咧，就阿 Alex 啊、Water 啊、Larry 啊、Mila 啊等等。咁啊，同埋咧就幾錢好似要收，係咪要捐下錢嘅？咁啊，唔緊要啦，都係佢好似冇特別要求嘅。啊，呢個阿彪啊，阿彪 ，OK。咁啊，大家有興趣就參與一下啦，條 link 我轉頭叫我哋小編擺出嚟好唔好咧？係啦，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一下啦。我如果我抽時間都想去聽一下。咁啊，捐完嘅錢就捐到去個受惠機構喺邊度啊？受惠機構呢度論社輔導會啊。OK， 上一次我都有做過一個節目，都係捐去嗰個組織嘅。咁大家關於個組織，你大家上次解釋過一次啊，大家隨心啦。咁啊，但係我覺得阿 Will 講呢個就真係都有養分嘅。咁所以短短地添，所以真係貴精不貴多，半個鐘頭。OK， 咁啊有興趣就今日啦，記住今日啦，9月6號下晝5:30至到6:00啊。呢條 link 咧，我轉頭就擺翻喺我哋今嗰條片下低咯，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去啦聽一下啦。OK， 好，咁就講翻正題啦，講翻正題。正題就先講下，通常大家有冇發覺禮拜一我都係咁樣 recap 啊？講美股先啦，美股咧就當然第一個就要講下上個禮拜出咗嗰個非農業就業數據啦。咁啊，點解關注咧？雖然即係宏觀嘅數字我都好關注，不過對於美國嚟講咧，依個就業情況咧就好緊要，因為就業情況嘅改善咧，就直接會影響到收水嘅步伐啊。因為我講到好多次，我自己嘅判斷都係美國就鮑威爾啊，同埋嗰十幾條友啊，十幾個聯儲局委員咧，其實個着眼點就主力就唔係通脹嘛，主力係嗰個就業情況啦。你即係啲人咧就有嘢做啦，咁啊唔會暴亂啦，咁啊佢哋就可以先瞓得着喎。所以咧，佢哋嘅着眼點咧一路都係嗰個就業情況嘅。咁記得出到嚟咧就懶人包咁啊，我哋直接睇啦。9月3號即係上個禮拜咧就出咗，就咁睇咧個實際數字有235,000。咁啊，但系呢個係冇乜特別嘅，咁最特別就係比之前就急跌咗啦。之前係90多萬啦，同大家即係市場預期都得70多萬咧，即係簡單啲就係 miss 咗嘅，即係咧交唔到功課。咁交唔到功課咧，就點樣解讀呢？第一睇嚟，如果睇下你係呢個半杯水概念啦，咁啊，如果閣下係傾向於係悲觀啲咧，你會講啊咁。咪仲唔係 stagflation 滯漲，而家又有通脹，啲嘢又唔得喎，咁今次係大件事啦。咁啊，如果你咁樣諗咧，證明你係睇咗得翻半杯水咯。好啦，如果掉翻轉閣下樂觀啲嘅，即係話仲有半杯水係嘛，咁咧就你會覺得，咦咁啊幾好喎，啲就業數據咧就偏得慘啲咧，就即係聯儲局咧就收水咧又收得慢啲。
咁啊，至少9月唔会收住啦，最快11月啦。咁啊，有一段时间，大家就可以喺度寻宝啦。咁啊，咁但系整体就系个而家个环境就咁啊，即系每次大家就系即系唔好嘅 data 咧，就可以当系一个放水一个利好嘅信号啦。OK，咁另一个咧，讲开美股咧，就有一个朋友咧。阿 Frankie 咧就佢咧上个礼拜五咧就讲一个图嘅，就系我之前都有提过，佢即系喺我啲WhatsApp 里边啦，咁我觉得都值得拎出嚟讲下嘅，咁啊，因为我都好耐冇讲过呢件事，就系、是、多谢阿 Frankie 先啦，我都唔记得我讲过呢个数字，就系、是、睇翻耐少少先，好。就係嗰個美國嘅 money market fund 相對於美國嘅美股嘅總市值，咁啊，我嘅理解咧就係、其實我吹嘅呢個指數，不過我覺得有少少參考性啦，都唔係無的放矢嘅，就係、是、話究竟而家印咗咁多錢，有嗰啲錢咧，有冇即係已經 deploy 咗喺個市場度，已經買咗貨咧，還是仲係？留咗喺大家個銀包啊，豬仔錢欄度未拎出去搏殺咧，咁啊，咁去，從而咧去摸索一下究竟市場咧嘅資金有幾多，咁啊，當然呢個動態個概念嚟嘅，因為就每個月就聯儲局仲幫大家好似玩大富翁咁啊，走一圈咧。就派錢俾你噶嘛，咁而家每個月派1200億，咁所以咧整體大家知道世界啲錢越嚟越多嘅，咁但系啲錢走去邊咧好緊要，究竟係咪已經推晒落個股市度咧？咁所以我就用呢個指數去理解一下啦。咁如果你咧就咁睇咧個 money market fund 相對於個美股市值咧，其實就去到幾低嘅8%。咁啊，嗱，如果拉翻5年拉長少少，你見到其實都係即係已經係超越咗疫情之前嘅。咁啊，如果你咧拉到最準咧，max 啊，即係有記錄以嚟啊，咁啊，不過呢個記錄就都係 Bloomberg 記錄嘅啫，咁 就呢度應該係2034年啦，OK，咁就都係歷史新低嘅，咁啊，會唔會係代表即係，但係又係嗰大家可以擔心啊，啲錢都已經deploy 得90-10度，有睇過，即係除非。就當然，我哋就突破歷史嘅框架啦。咁但係如果唔突破歷史框架咧，又覺得好似窄窄地咁啊。不過咧就如果你睇翻個 money market fund 啊，將呢個指數拆翻開嚟睇，即係我覺得最中意做呢啲咁樣，將啲嘢拆開啊，又夾埋俾大家嚇喺度以晚飯啊。但係你見到咧，好似 money 就咁睇咧，其實你見到因為 money market fund 其實嘅錢都開始即係喺高位回咗落嚟嘅。OK，但系咧，要去了解一件事咧，就如果大家真系长期有听阿浩德讲咧，应该大家都记得另一个，我觉得要同样地，除咗 money market fund 咧，今年比较特别啲就系呢个啦，即系喺纽约联储局下低咧，就系、是、有个叫做Webpool 嘅嘢嘅，即系咧，如果啲金融机构咧钱多咧。其實可以擺翻落去嘅，有時有錢收嘅，有時有息收嘅。咁呢啲錢咧，以往咧其實就唔好使理嘅。你如果就係呢個圖細啲，不如我開個大啲俾大家睇下。以往咧，大家唔好使理嘅，呢、這個咁翻5年圖，因為咧其實咧就係、是、零嘅，係嘛？但今年咧就係、是、好緊要到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你睇下去到今刻咧，其實就有10,000億擺喺度嘅。即係呢幾個月啦，嘣一聲擺10,000億嗰段，咁啊，相對於頭先講咧，嗰、那個 money market fund 咧就MMFA 冇錯，我又俾人笑啊嘅，好 old school，好得成靠幾億咁，相對於個 money market fund 咧就40,000幾億噶嘛，咁你話40,000幾億同10,000幾億，咁所以其實兩者咧都係即係重要參考嘅，咁而兩者咧其實某程度都係代表。喺個市場度啦，真係啲所謂嘅多餘嘅錢係游資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想嘗試去由於部分嘅錢可能而家唔擺喺個 money market fund 度，擺咗喺啲 repo 嗰度咧，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真係去嘗試去感覺一下市場個資金充裕水平咧，就應該將兩條數咧擺埋一齊嘅，咁所以咧就我就。因應今年嘅情況咧，我 reconstruct 咗少少個 index 俾大家睇嘅。
OK，好啦，咁啊呢个咯，就系、是、你而家见到咧，将个 money market 分啊，睇住嗰个 mouse 啊，MMFA 啦，同埋呢个Ripple 嗰两条数加埋咧，先计咧就似乎合理啲啦，至少道理上系咁咯。咁如果你咁样睇嘅话咧，其实就，哦，咁啊几好喎，咁即系仲有得去咯，系咪？即系啲即系其实钱仲系有嘅，咁所以咧就当然啦，呢啲你当系 data mining 都好，不过但事实上你都知道，即系真系有成万几亿咧坐咗喺纽约嗰度噶嘛，嗰啲钱如果拎翻出嚟用，咁都几过瘾啦，系咪？咁所以即系有朋友又对呢啲数字比较有兴趣，咁我就用我嘅见解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啦，我觉得咁样嘅，咁啊，不过唔紧要啦，唔使讲咁讲咁多美股啊，因为今晚美股放假啊嘛，咁 大家今晚瞓早啲啦，早啲瞓啦，OK，好，咁啊，讲完嗰边咧，就讲翻A 股啦，A 股今日叻叻猪嘅，OK，嗱，你睇啊，CSI 叻啦，但系今日咧最叻嗰啲咧就系之前唔叻嗰啲，边啲系之前唔叻咧？咁就系呢个啦，CNT 上个礼拜咧就专登讲下系嘛，即系点解咁差咁啊？咁啊，今日咧就開始發力啦，就升翻百幾點，都唔少噶，成3.幾%噶。咁啊，拉翻長少少啦，都係折墮咗一輪嘅。你睇下，噗噗噗噗噗噗，跌到懷疑人生嘅時間，佢又開始發力啦。咁你見到咧，今日就突然間有啲嘢升咧，其實我覺得全部都係，咦？睇下先，CFT，OK。系啦，你见咧大嗰啲啦，你见唔系宁德时代又升啊，嗰啲东方财富又升，就系、是、因为呢一个整个深圳创业板咧，就系、是、做得比较叻嘅。咁之前做比较叻嗰啲咧，譬如嗰啲碳中和咧，今日就休息一下。我见到有啲人咧，有啲朋友咧。喺個直播嘅留言區都問下隻相機，咁 不過講真，相機即係都係嗰啲碳中和概念啦。依幾日都係立立地嘅，不過去到啲咁 cloud trade 大上大落，大家都明嘅。大家睇下啲華潤電力都知嘅，即係 OK。好，A 股就今日其實就整體好翻啲，除咗即係啲碳中和咯，咁啊。都托賴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又覺得個創業板又應該冇咁快玩完嘅，兼且其實我覺得人民幣近期強勢咧，都應該唔好睇得太差咯，尤其是對 A 股。你見到我見有啲朋友喺個留言區都有問嘅，就係話啲錢即係流入大陸錢有冇多定少到？咁就如果好短線，即係 FDI。嗰啲數字之前都講過咯，但係你話透過 connect 買 A 股咧，其實就繼續都幾強勁，好似8月睇先。OK，係咯，你見到繼續都幾強勁嘅，咁所以我覺得A 股暫時我覺得都係 OK 嘅。雖然今日就第一係比較明顯啲個創業板好翻少少啦，咁但係每次人民幣開始硬淨啲咧，我自己覺得。过往观察都系个承接力都好嘅，OK。咁最后啦，讲翻港股啦，港股其实就冇乜嘢讲嘅，最重要就系北水。讲嚟讲去，即系因为我哋成日讲啊，港股升唔起，咩渣男啊咩，大家成日讲，我唔知，冇头。咁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即係資金唔多啦，即係當然啦，你資金唔多，但你好強勢，就啲錢繼續衝入嚟就好嘅。但我哋就資金又唔多，又一路弱勢，搞嚟搞去都20,000幾，係嘛，浪費咗10幾年青春。咁啊，所以咧就如果有外邊人幫下手，即係北水咧，就當然最好啦。咁上個禮拜同埋應該係最啱啱咧，就上海同埋深圳嗰個港股標的嚇，個標的嘅意思啊，即係佢哋嗰個可以買嘅，即係 eligible 嘅股票咧，其實就有個更新啦。咁啊，裏邊咧就最主要咧就你大家記住，上海同深圳係唔同嘅。譬如話好簡單，即係開拓啦，我見到咁啊，上證咧，即係上海就唔買得嘅，咁啊深圳就得嘅。大家知道佢嘅規矩有啲唔同啊。不過呢啲小節唔緊要，大家最緊要知整體買唔買得。但係你見到今次咧比較明顯多少少就係
啲 healthcare related 嘅，你見到啦，嗱就咁睇啦，依、这個係深圳嘅和黃藥業，OK，跟住依扎1558啊，2171啊，2616啊，咁啊都比較多，同埋你見到咧，就佢哋就明顯啲會喐咯，時代天使啊，開拓啊，咁啊，OK，咁啊，快手又開始有得買啦，咁啊，大家好開心，不過快手都炒翻世界行玩，OK，咁你見到啲 healthcare 究竟啊，我見啊。上次阿 Canon Live 都有即刻問下嘅，係咪開始強啲？咁啊強啲，唔知係咪第一就係因為北水可以買啦，第二就其實今日咧 A 股嗰啲 healthcare 都強翻啲嘅，因為有都約咗好耐啦。咁當然啦，我話 A 股嗰啲叫強翻啲，最勁嗰啲咧其實就係啲愛爾啊、Myway 嘅，咁嗰啲咧都係同深圳創業板有啲關係嘅。咁啲嘢攆埋一堆咧，咁就你叫我做個 attribution 啦，去睇下邊個強，即係邊個因素大啲，其實就即係有啲揀嚟嘅。不過咁啊，唔緊要，最緊要升啊嘛。咁啊，希望個動力可以繼續啦。我整體咧就healthcare 真係似乎轉強咗嘅。咁所以咧，我哋都Kelvin 啦，不過行開咗。Kelvin 同我都覺得應該可以啲注碼可以加翻上去啦。之前都跟係實在太弱，咁啊第一棍，咁啊究竟係咪真係見咗底咧？就冇人知嘅。不過既然 A 股咁認真，咁就我覺得就值得去諗下啦，跟下啦。OK，咁就先。OK，咁啊係啦，咁啊最後就講埋北水先，北水其實，但你見到其實近期都唔係買呢啲嘅，即係我想主要係講呢個圖，咁啊近期北水買，暫時都係買緊啲CL Power 啊，見今朝東岳啊依一類啦，都話嗰啲炒商炭啊嘛，係 嘛，即係神話等等，咁啊睇下啲，暫時就希望今日北水加翻啲healthcare 名咧，就個 healthcare 都弱翻，因為近期你見到咧就兩個比較當炒 sector 都立晒嘅，第一個 healthcare，第二就係啲半導體嘅咁啊，但應該就冇咁快玩完嘅，不過即係 delay 咗咁耐，睇下翻唔翻得翻去咯。我見阿 Kelvin 望住啲 healthcare 都唔開心一輪啦，咁啊你問我咧，通常我見你哋唔開心咧，就話俾你聽，通常都見底嘅。OK，講笑嘅，趁佢唔喺度。OK，咁啊咁所以咧，既然 healthcare 好翻啲，我梗係即刻捉阿 Annie 出嚟同大家 update 下啲healthcare 嘅 policy 啦。咁啊，今日佢就會講下啲醫院啊，係嘛？对医院，好，咁啊，好，時間交俾阿 Annie，唔該。好的，今天大家可能也注意到这个港股和 A 股的医院板块，今天是有点调整，就是这个像爱尔啊、通策啊、海吉啊，调整的意思说是错向了，应该调整的意思就向下向上就唔系叫调整对，说错了，不好意思，我说是错有点是有点涨幅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这个背后是有一些政策推动的，就是在上周五这个收盘之后，我也听了一个这个国家医保局的一个 call，所以说是有一些变化。就首先就是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带量采购的问题，就是带量采购，上一次。就是我上一周周三的时候讲过这个医院的这个服务价格是有一个公立医院变成这个非盈利属性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当时但是那个只是市场的猜测，但现在这个在一个最新的这个医保局的回复里面，他们是确认这一点，就是这个通用型医院的医疗的这个公益属性，就是这个是官方承认这个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如果这个公立医院的这个公益属性确定的话，还是这个利好的一个因素在于，就是公立医院就会退出这个市场竞争，然后这个市场更多的份额就会留给这个民营医院去做。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利好，这个是能与政府确认。第二点就是政府去澄清了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带量采购和这个医疗服务价格的这个区别。其实，之前有一些人是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就是认为这个带量采购和这个医院价格服务调整，他们是有点混为一谈，就是因为之前其实像医疗板块这个最大的一个风险的政策因素就是带量采购，然后这个医院价格调整，很多人就把觉得有点关系，但其实这次也是官方专门回应，就是这个其实带量采购和医院价格服务这两个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事情，所以说没必要去放在一起去说这个问题。这是这前两点，后面还有一些就是在这个Q&A 的环节，我是觉得有一些相对重要一点的内容。就是我记得上周三我讲到那个这个政策的时候，当时我说那个。这个政策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公立医院的，但是也有在也提到这个非公立医院的一个价格方面问题。当时我是说这个政策，
按正常的一个理解，是因为它针对的应该是这种价格非常高，有点这种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情况。但是也可以说另外一种解读，也可以说如果你纯粹按字面来讲，也可以说是政府会介入这个民营价格的一个定价权，就是有两种解释，有点含混不清。当时我说后续还得看这个政策的一个发展，现在这个就是出来这个后续的这个政府回应这个事情，因为专门有记者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影响这个定价权的问题。现在这个官方也专门回复这个，说他们这个目的其实就不是是没有影响这个民营机构的这个定价权的这个意图，还主要，所以说就是回到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目的应该就是第一种解读，就是它只是针对这个价格虚高啊，欺诈消费者这种不正常的这种市场竞争行为，它是针对这个。所以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政策，我认为当时最大的一个疑点吧，或者一个风险点，就现在已经规避掉了，就是这个回应就非常明确。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也提到，就是关于现在的这个通用型医疗的价格，目前是高还是低？现在这个政府也专门回应说，这个价格在他看来是比较低的。这个情况的话，如果现在价格已经比较低的话，就是相对而言就不会再存在这个进一步降价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压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读。第三点就是这个关于肿瘤治疗，这次也是明确说这个肿瘤治疗是不属于这个通用型医疗的。其实这个的话，之前我的一个解读也是认为这两个它本身应该就不属于通用医疗，因为它是比较相对复杂的一个医疗，但是这次也是官方回应确认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像海吉亚这个理论上就跟这个政策就更远的这个距离就更加远，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利好吧。所以说总就简单说下，就是总结下来，就是这个就是我认为是对这个民营医院是一个政策更加清晰的表明，这个其实政策不是针对民营医院，所以说整个市场也有点回调吧。所以说后续我觉得这个其实后续还是得来看一些这个跟进的一些政策，因为其实现在从政策的一个趋势来看，现在还是支持这个民营医疗为主，所以说但是后续的话我觉得还是得看这个政府的进一步表态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好啊，上个礼拜阿 Ada 都 update 下啲 Myri 今日都升下嘛。OK， 好，咁就交问题啦，好嘛？今日早要开始，早要答问题，太开心。好，咁就有啲朋友提下啲crypto 咯，就上翻50,000啊，咁啊，见到啊，多谢提点啊。咁就而家几好啊，有啲。Simon 张咧，帮我哋答埋问题，多谢 like 咗佢俾我哋。OK， 好，跟住就阿 Thomas 张就问，星期五讲到咧电力股开红酒，唔再追油，讲紧即系836啊嘛，836，哇，你睇两日都系咁啊，哇，高开冲入去，跟住俾人狂沽20,000，狂沽。哇！呢啲叫咩星？我唔記得咗，係啲技術分析嗰啲 GPS 咩？係咪呢啲咪唔好啊？嘛，不過我就唔係睇呢啲嘅，即係參考下。點解唔突先講？唔係好追咧，因為即係託賴，因為咁我哋都揸得多少少啦，咁所以就控制下咯，殺得咁高，咁就。另外，當有一隻股票日日喺個直播都有人問咧，咁即係代表其實都好 crowded trade 嘅，咁我咁所以就適當地咯。不過講真，呢啲好主觀嘅嘢，嗰陣係主觀咯，邊有唔係？我覺得冇科學化咯。最科學化嗰啲咪一支大音竹咪沽咗佢，大成交啊沽咗，好似係咁。買點樣決定是否沽清持倉？咁啊，通常我都分住嘅，雖然有辣有唔辣啦，有時咪嗰陣時慢嘅咯。咁有時你即係好難捉到個最精準嘅位啊嘛。咁咪沽咗少少去逐個升咁啊，一路升咪一沽少少咯，或者突然間覺得轉勢啊，又走下咯。咁除咗你話呢啲好 mechanical 嘅操作，咁你都要有個判斷嘅。咁個世界轉緊。咁主要話換電力點解可以10多元上20多元？咁因為之前冇人買咯，而家就可以追入咯。咁今年其實都係其中一個 theme 嚟咁嘅。總之冇人買 underown 嘅嘢，咪炒翻上去。咁其實股票本身都係咁嘅。咁當然佢都多啲主題噶嘛，而家咁同埋唔係淨咁話 A 股炒起先嘅。公用股有咩留意？而家人哋唔當係公用股嘛，當佢依、這個
这个新能源股嘛。咁啊，股票市场有时就咁嘅，即系沧浪之所以足，系可以作其好足噶嘛。即系唔好咁啦，即系人哋咁样炒，咪跟下咯。之前有个同事就 cover Cherry，就应佢应该讲架 Caleb 翻咗美国都系咯，我都挂住佢。不过唔紧要啊，阿 Sam 咪帮我哋跟下咯，有时都系咁。至于中国资金流入就咁最 update 咁嘅睇，都系睇 Connect 嗰啲数嘅啫。我就先 up 咗，见到都几澎湃。佢睇人民币，人民币升嘅通常有钱入嘅。好，跟住答翻即时问题就。問下只 Will Sammy 就跌咗落嚟，有咩睇法？咁啊，當然啦，一去到呢啲就係 Ada 啦。其實都答咗幾次啊嘛，佢出完業績之後，日日都有人問。都咁 俾人我估啊嘛，都係講翻嗰樣嘢咧，就係咁而家就即係大家之前個個都覺得嗰個汽車好勁，咁但係佢係汽車真係仲係 grow 緊嘅，咁但係個手機嗰個係佔大腳啊嘛。汽車係佔細腳啊嘛，咁而家就 revise down 緊啲 estimate for 手機，咁汽車都仲係 OK 嘅，咁但係即係 unfortunately 就係即係手機就佔一半咁汽車就佔不過，10% 咁，所以即係你 overtime 係 OK 嘅，因為你 overtime 係應該係汽車係會佔多啲，跟住手機係會佔少啲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交接嘅位咁就有啲 tricky 咯。系，不过我觉得另一个主因就系因为呢轮啲 semi 都唔得，即系大陆相关嘅，我嘅观察。好，咁啊，多谢 Eric 嘅问题。下一个 PP 就话本地嘅地产股走势足以反映嚟紧施政报告喺住屋方面政策，施三点点睇？咁我帮手问下，好，我帮手问下。阿 Franklin Chi，请问开拓药业有冇前景？咪呢个疫苗药啊嘛，咁啊有嘅，咁嘅不过就关于间公司就话都唔讲过嘅噃，不过最强势嘅 healthcare 里边。Canon Live 就问 healthcare seems like coming back to life, let's celebrate，好啦，let's go back fight 咁啊。跟住问我哋会唔会 reposition back to healthcare，梗系有啦。Which one is Kelvin interested to hold back besides 99.6？Kelvin 行开咗，等佢答你。即系唔系问我嘛？问我答你，问 Kelvin 啦，Kelvin 答你。啊，呢、这个最紧要大大声，啊 Kelvin out，Kelvin out，Kelvin out，重要嘅人讲三次啊！星期五加入司机金，多谢。讲少嘢，唔好意思啊，大家。29 clock。上机数控交出亮丽业绩，连续2天跌停，有咩坏消息？冇乜难坏消息嘅，我觉得个坏消息就系即系中环又跌啦，隆基又跌咁咯。阿 Sun，我冇补充啊。虽然你都系上个礼拜先讲完间公司。其实就冇乜 company specific 嘅 news 嘅，咁但系你见到其实有另一个 theme 嘅，即系上机数控就系嗰啲工业母机嗰啲概念股咯。咁其实今日嗰啲工业母机嗰啲咧，就全部都 limit down 嘅。咁啊，佢都系即系其中有一部分嘅 theme 喺嗰度咯。你而家冇办法，你埋堆啊！你睇下即系，啲 Will Sammy 点解唔得啊？咪成扎都唔得咯。咁即系上机数控点解唔得啊？咪成扎又唔得咯。咁啊。哇，咁抱团好劲噶嘛？A 股特别好，跟住问，请问啊，呢、这个最容易答啦，Leica 好啊，请问腾讯预测 P/E 系几多？佢唔系问我预测啊嘛，佢问市场预测啊，咁最简单我 recycle，唔好意思，我纯粹 recycle 下啲资源嘅，不过应该唔会俾人闹嘅，监市啊，成日咁啊，梗唔得啦，咁啊，24倍咯，24倍咯，之前20倍啊嘛，咁咪弹翻上嚟500蚊啊，几好。Kelvin，我冇买到123，呢啲问题我哋咪话咗唔答咯。好，啲基建傻晒，咁系啊，冇好炒炒呢啲水泥啊、基建啊，
問我有冇跟風，我梗係有啦，最中意跟風。想問浩德可唔可以買啲日股相關嘅投資？即係買日本股啊？其實得嘅，不過冇乜位咯，整體都廿，即係我 non China 得20% 咁啊，即係買得美股要買日股咧。OK， 下一個問題，1951，哦，感恩新值 ，OK， 點咧？感恩新值有政策風險，增長合乎預期。點樣答咧？之前咪講過，不過而家冇揸住咁啊。佢其實唔係好交到，不過睇下咩咯，睇下通翻關又好啲嘅，感恩新值咁啊，通關就應該會幫一幫佢咯。個個都問啊 ，Kelvin 買留意緊邊只醫藥股啊？今日都有加幾隻嘅噃，但個既然而家講，但剛唔係問好得問阿 Kelvin， 咁我就留翻俾阿 Kelvin 聽日答。哦 ，PS5 炒價去到6200，上次佢講係6000。哦，仲要6000啊？咁點樣可以炒啊 ？Lucky 教下我哋揾下啲外快，教我啲熱身仔炒下。喂，炒作好似唔係幾好嘅，係咪？不過我買股票都係炒作下。好，唔講廢話，講正經。987OK話今日指數冇乜反應，但個股都有反彈，可惜成交不足。其實呢幾日咧，港股其實雖然即係大家都話受制於26000啦，但係成交都好翻啲，不需要買翻啲，所以咧就我就即係雖然未突破住咧，不過又唔太差咯，我自己覺得。OK， 跟住就問阿 Ada 嘅，即係是但今日大升，但其他半導體 A 股咧都係衝高回落，成交縮。有冇咩 update 咧？點解今日咧可以特別叻叻豬咧，獨領風騷咧？我記唔到有咩。OK， 好，好清脆啊 ！Ada 得咯，冇。啊，Kelvin 愛股1548，點樣啊？呢個 transcript 今日唔係好喐啫喎，相對其他。再問 Ada， 987 OK 啊？係有幾多？987OK 上次嬲咗我記得講笑，講笑答佢啲乜嘢？唔係Ada， 即係中心日日都半死不活 ，A 股升佢又唔跟，跌又唔跟，你以為咩原因？咁啊，中心上個禮拜五有兩個 news 啊嘛，一個就係上海會有個 JV 啦，咁加產能啦，咁嗰個 scale 同之前一 Q 嗰陣時announce 過北京嗰個 size 差唔多嘅，就是、10万片一個月嘅 12-inch 嘅。咁另外一樣就係個chairman 啦，就辭咗職啦。咁就話因為個health reason 啊嘛，咁但係你見又唔係特別大反應，即係你見上次咧阿梁總即係呢個即係 TSMC 過嚟嗰個co-CEO 啦，舊年傳話辭職都已經要停牌，即係跌到要停牌，咁呢一個 chairman 咧。辭職咧就冇乜動靜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姓周喎、啊。周學。記住。記咗個名周學。周咩啊？周子學。周子學。講錯隔離。老一下啦。差唔多啦。老一下啦，其實唔係好熟嘅啫嘛。嚇、咁啊，係咯，咁就唔係好大反應啦。咁啊 ，CFO take over 啦，咁 CFO 喺間公司度都好耐下噶啦，咁之前就係大堂嘅，咁都唔係唔合情理嘅，咁但係你話正路係咪應該個 vice chairman 係升任嘅咧？咁但係如果話 vice chairman 升任咧，就好大件事嘅，因為佢就係同阿梁萬祥係唔啱嗰個嚟，所以就係啊，即係有啲複雜嘅呢一個，咁即係大家都諗係咪即係 CFO 係咪真係會繼續做個 chairman 咧？定係即係佢都係叫 standing 啫？係咪仲有後續㗎？邊個會真係做個 chairman 啊？係。Thank you.
OK， 唔該曬，多謝987 OK 嘅問題啊。跟住就9939 lot of money coming from China 係咩？開頭係啦。OK， 好多謝資訊啊。跟住就問好多人有冇留意下啲環保概念股，例如驗七。驗七之前有朋友講過，跟住就爆升得幾好咁啊。係，我都有留意下，留意緊。未有特別 insight 可以分享住啊。咁啊，跟住阿 Cam 孫尖就話1951之前止了，今日小注加下，點解咧？因為大家覺得個板塊開始好翻啦。OK。咁但係今日唔算特別犀利，因為覺得開始起動翻。OK， 好明白。好，哇，今日好快手啊！呢啲嘢答曬問題，有冇其他問題啊？嗱，我俾多幾秒大家打下啦，跟住如果唔係咧，我就去。我今日都有個 business lunch。好啊 ，AM 嗰邊有冇問題 ？AM 嗰邊就有個朋友支持我哋 ，OK， 多謝。好，睇翻，好，咁 OK 啦。哇，今日幾好，今日我哋成個流程好暢順啊。好，咁我睇翻個樣啦。咁就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啊，個星期又開始，大家努力加油啦。咁啊，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